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，我是晨晨。今天，哇哦，我们要来，我今天要来做违法改造。这是我表弟给我的建议，他要我随便一个 GPT 算盘，然后用 HR， 就是用这些材料做出一个违法改造。我先把巴姆特给搞定，答应下金牌，来把我姆特上金盘，两边的扣子，两边扣子扣好。好，那么各位休等我，我刚刚都是做巴姆特，那我们再把 HRT 给拼好。先把 HRJ 给拼好，果果好了 ，HR 贴好了，然后呢，这是他钢铁人盘，那我们这两个合体，一起跟我念咒语，咒语就是新 K 的，等一下哦，让你们看看这是什么东西。没错 ，CH 轴搭配 W 环，那么念咒语，咒语开始，一二三四，こんにちは，二二三四，わたしは，三二三四，火山爆发，四二三四，跳楼自杀。好了，做 WCH 轴，再把它给合体。沉入黑暗吧！我的战役巴哈姆特 ，HRCH， 我的超级黑暗巴哈姆特 ，HRWCH。完美配置啊！那么这一颗陀呢，我把它命个名字，就是真恐惧滚轮。在动画中，在动 YouTube 的动哦不对，总之在战斗陀的动画中，巴哈姆特不是有这样子吗？在完全防卫的形态，我切一下，切，嘟嘟，在完全防卫的形态呢，变成这样子走。好了，宣布一件，瓦迪，我忘了宣布一件非常重要的，怎么讲的信息，就是我们的陀螺的角色，你们知道吧？我不是有拍什么《战斗陀螺 GT 超加超 Z 第一集什么的，那我就来分配角色喽。开始，角色就是这些，有的我还没有想到。来吧，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位，啊，阿龙，他陀就是我们的嗜血神枪。那接下来是你，他陀是武神阿修罗。走，接下来。是重头戏了，暗夜的王者，蜘蛛人，他的陀螺就是重生凤凰啊。然后呢，哇，他进化后，这是他的弟弟，在动画中啊，飞的弟弟不是哈特玛发的陀螺，哈特的陀螺是千王，可是我没有买，也没有抽到。没有玩就不会出了。死亡黑帝斯，所以呢，他弟弟的陀螺就是我们的，他弟弟的陀螺就是我们的地狱之王，猛毒天龙。之后会给你们看颜色，如果想要知道他长怎样的话，请去我的三色陀螺
三色陀螺那一集影片里面就会有了。它是那一颗，它的铁是一 dash， 然后 G 环，然后的 U 轴的那一个。它隔壁有的陀螺就是我的，是超绝小丑 and 斩击战神。好了，如果喜欢，真的喜欢今天影片的话，请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。如果非常喜欢的话，就帮我看一下。拜拜。